禅机山维新圣教麻豆道场将在国历112年8月19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。法会的功德，剔除三毒的烦恼；法会的功德，消除我们的业障；法会的功德，带给我们光明。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同沾法恩。道场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，询问电话06-571-8766。